早上好，哥姐们啊，主播好有爱心的、啊，谢谢姐姐。你自己家，我跟你讲，养个小猫的话，你养过小猫的，你一定会喜欢它，你知道吧？你没有养过小猫的，就是小以前我也挺讨厌小猫的，现在真的看到小猫就特别的心都化了。它刚刚想让我，你看它自己有两个腿搭到我这里，想让我抱它，这小猫。看它就找地方去了，来给你们表演一下，哥姐们，给你们表演一下。咪咪咪咪咪咪，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乖不乖，家人们？乖哈，乖乖乖。他进去了，我一叫他，我一拍腿，他就跳上来了，乖得很，哥姐们，他就知道我要抱他。对呀、啊，咪咪，他吃饱了，早上我给他吃的面条，知道吗？他吃饱了。说他这会儿吃饱了，他就，而且白天小猫是睡觉哈，晚上的时候他在抓老鼠，说他白天要睡觉啊，一叫他就过来了，太乖了，给人表演个才艺刚，抱他一会儿，哥你们抱他一会儿就好了，就这样子吧，欢迎我们小爱姐啊，爱姐早上好，爱姐，这一天，你看这小猫，再给你抠一会儿啊，抠抠摸摸脑袋啥的。抱在这里了，是吧？刚刚你们看到了，真特别乖。我看到他进厨房去了，应该是找地方睡觉去了，知道吧？我一叫他就来了。咪，你得就是你养小猫，哥姐们啊，比方说他不想让你抱，知道吧？这个小猫如果不想让你抱，你得让他知道舒服啊，知道你怀抱里面。特别的舒服，他才会下次才会来你的怀抱里面啊，才会让你去抱他。如果你一直抱着你的，他抱你，你把他抱着，一直整他，一直弄他，他下次他就不来了啊。他觉得他在你怀里面睡觉啊什么的，一点都不舒服。所以说，你看他每次睡觉的时候，我就去摸一下他，啊，我每次不想抱他了，我就让他下去，啊，所以说他就知道我怀抱里面特别的暖和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特别舒服，所以说我下次一叫他就来了，啊。他下次想睡觉啊什么的，这小猫他就来我包里面了。耳朵盖起来啊。就是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能听啊，大人讲话小孩子不能听，知道吗？我们家的猫饿了就会来我身边蹭来蹭去的。对啊，其实小猫也挺乖，姐姐啊，小猫也挺乖啊。我在找衣服，行。欢迎我们的秀丽姐姐，早上好，姐姐啊，欢迎我周姐。哎呀，周姐又来看我了。哥你们帮我再点点赞吧，家人们啊，大家再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，帮我点点赞赞，我的赞赞马上要上2万了，哥你们啊，赞赞马上上要上2万了，大家一起帮我点一点啊，然后我们点到3万去吧，哥你们行不行？一起把赞赞点到3万去，所以说大家都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，哥你们啊，早上好，姐姐，谢谢你又来看我来喽，谢谢你哦，小爱姐姐帮我戳戳这个赞赞呗。我们一起把这个赞赞一起往上戳一戳啊，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都动动你们发财的小手，咱们一起把赞赞戳一戳啊，人多力量大，一会儿就戳上去了，好吧，一两分钟就给它戳上去了，哥你们啊，说大家一起动动手，感谢我们佛姐姐，谢谢佛姐姐哦，谢谢你帮我戳赞哈，对，把那个免费的赞赞就你看头发啊，鼻子、眼睛、额头、嘴巴，你这戳啊，这个公屏上戳，对吧，戳就好了，连续的戳，哥你们啊，连续的戳就行了。这是免费的，哥姐们，免费的，动着你们发财的小手一起点一点哈，看这不一下就2万了，哥姐们，一下2万了，戳到3万去，哥姐们，至少咱们给他戳到3万去，感谢我们的猪猪姐，谢谢我们的猪姐，谢谢你帮我点赞哦，谢谢你哦，对，一起点，哥姐们，一起点的啊，然后你们点赞我都能看得到，谢谢哥哥姐姐啊，谢谢你们帮我点赞。对，一起点赞嘛，一起点赞，动作就是速度来得快一点，早点把它完成吧，哥姐们。来，马上21000了，哇，这100100的涨，哥姐们啊，点赞是100100的涨的，加油，哥姐们，再点一点哈，再多点一点。欢迎新进来的家人啊，大家没点关注也可以点点关注，哥姐们啊，没点关注也可以点点关注。我现在啥都不要，就想要把这个赞赞往上走一走，哥姐们啊，大家有能亮灯牌的呢，也可以亮个灯牌啥的，哥姐们。谢谢，感谢我姐，谢谢你们帮我点赞哦，谢谢你们。还在找衣服啊？没事儿，你点就好了啊、哦。好冷哦，
抱个小猫，姐姐啊，抱个小猫，这小猫暖和。啊，这我感觉抱个小猫就跟个抱个热水那个热水袋一样的，真的。这个季节的话，你抱个小猫也可以啊。你冬天的话，你抱着它有点，就是也还是有点凉，嗯。这个秋冬季你就多抱抱小猫就好了，它也冷，你也冷，刚好可以凑个伴儿，对吧？冬天的时候小猫也怕冷，你也怕冷的，咱们就可以凑个伴儿啥的，是吧，咪咪？哎呀，这睡得多香啊！这睡了一天了。欢迎我鸭姐，鸭姐，你这进进出出的干啥呢？起床了没有啊，鸭姐？你起床了没有啊？你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谢谢我鱼儿姐啊，感谢我鱼儿姐帮我点赞，我们一起点一点，哥姐们，一起点一点。下雨啊，冷啊。嗯，你们成都也在下雨吗？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。欢迎我们的粉丝哦，欢迎你哦。你们成都也在下雨啊，起不来。哎，那废了，姐废了。我早上6:40我就起来了，真的，我早上我6:40我就起来了。哎呀，这不我莫来了吗？欢迎我莫姐啊，欢迎我莫啊。对，那对，就这个，花个2毛钱就行嘞啊，花个2毛钱，帮我亮个灯牌，然后点开这个，再送一个那个，再点一下这个，再有一个基础灯牌。哎，对对对，就这个玩意儿，帮我做个数据，然后再帮我点点赞就好了。一天都不能让你们闲着，哥姐们，一天都不能让你们闲着。还在，你是哪里啊，秀丽姐姐？你是哪个地方的？为什么你那里还在吹空调呢？欢迎全家快乐啊，感谢你对阿姨的支持，谢谢你的关注。对，点点赞，哥姐们，大家就是动动你们发财小手，咱们不要闲着，哥姐们，一起点点赞。广西啊，哦，广西跟广东那边应该还是比较热吧，应该。人家广东那边说白了肯定是很热的哈。我们四川都已经降温降的都要穿，说实在的，你看这个下雨天，哥姐们看一下，对吧，这下雨天这个地都是湿的，你看到没有啊，都是，然后特别的凉快，这种天气，哥姐们啊，说实话，这种天气我昨天下午的时候，真的下午的时候我都有点想去穿个羽绒服了。嗯，真的，像早上的话我觉得还行，这个温度啊，凉凉爽爽的，我能够理解得了，但是说实在就这个下午的时候就着不住了啊，受不了了。哎呦，我妹送了一个礼物红包，价值20壮啊，这2块钱真的，哥姐们赶紧参与一下，家人们，这参与一下，对吧，再感谢一下我莫送出来的这个红包啊，这一天的10个小星星5个大啤酒，哥姐们啊，这个地方可以参与一下，对啊，点赶紧点点点一下，参与一下啊，我然后4分钟以后大家就可以去抢点礼物，到时候刷给我行不行，到时候把那个礼物抢了，到时候刷出来啊。感谢我莫，谢谢我莫送的这些礼物哈，还知道发个红包了，这一天的这女孩行啊，这女孩的这一天的懂礼貌哦，你是一个懂礼貌的女孩啊。我莫姐说一天天的来你直播间就得发红包，我得下次我不来了，是吗莫姐？欢迎新进来的家人啊，欢迎大家。你看看我家养的这个猫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它在睡觉，睡得太香了，我都不忍心打扰它，真的哈，我都不忍心。来摸一下，来站一下，站一下嘛，对，站一下，给大家表演个才艺，来看一下公屏啊，看一下公屏，对对，看一下公屏。你这咋的了？这个眼睛像个狐狸似的。你看，我没有掐他，哥姐们啊，这个是掐放到他手上的，这个放到他手上的，然后这个下面就是放到他捏到他个腿上的，你看到没？啊，跟上面没那种任何关系。哎呀，咪咪，想抱，来来，我抱你。他就想睡觉啊，他一天天想睡觉啊。我出门了，你出门干啥呀？你大白天的不睡觉，你出门干啥呀？去买菜吗？你们是去买菜吗？社会有墨迹呀，还是出去吃早餐？你的香囊红起你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悄悄走进，哎，那首歌怎么唱的？欢迎我微笑姐啊。你出门去干啥呀？社会我莫姐，你出门去干啥？我问一下我衣食父母老板的这个行踪呢？
谢谢我圆儿姐哦，感谢我圆儿姐一直在帮我点赞哈。买菜呀，我也想要，送给我这个小猫了，行，送给你了。但是你要是拿回去，你的不一定有这么轻的啊。但是你可能养个一两个月啊，你要像我这种的话，天天对它好一点啊，它肯定还是会喜欢你的。你看，它天天靠的靠到我脖子这里，我脖子这个地方暖和，你知道吧？就这个地方，这个地。